之前哪个黄鹤楼算？什么？之前看过黄鹤楼吗？肯定看过，但没有直接近距离的见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还上过黄鹤楼吧？极限挑战的时候好像上过一次。哦，好像是。哎，好久了。应该好久了。好了，就在黄鹤楼下面。我们要往前走一走，前面就是江边。天下江山第一楼。来，站来，快过来。啊？来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的大针。大针。这是干什么的？可以寄到黄鹤楼。对对对。戴在头上。一共多少人？我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个。拿七个吧，那你挑吧。这不用挑，能打七个。哎，你这个不亮了。我没打，我没开灯。不是的。有的我把电瓶给关了，没电。来，我把电瓶关了。你是一次还是不打？你看看我们这大部队。有一个灯更闪了，还跟有一个灯。不会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不会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车到了，走吧。吃点东西吧。这个根据粉丝的推荐，我们来到了一个这个吃东西的地方。这不是吗？这全都是虾，还有蟹，好多活水鸡。我这还有串儿，可以点串儿是吧？这里。哦，那两个拿的吧。哦，哎，这个毛豆有点意思，这完全不一样味道，来试一下试一下。什么口感，老板？很难说。很难说。这么快？你们上菜上吧。那既然这样，加快一点。着实不错。很多人呢，对于这个剥虾呢，还没有一些心得。作为长沙人呢，来到了云南，云南湖北一带水的关系呢，让我跟大家说一下如何剥虾。首先，你拿了一个虾以后啊，首先把它头扯完了以后，要吸一口。这招是跟博哥学的，你要吸一下虾头，然后这个虾怎么剥呢？首先折它一下，折一下，然后折完了以后呢，把它打开，你看一下就剥掉了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，各位？看到吗？出来了。脆脆肠。脆脆肠。看到吗？折完以后轻松剥壳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轻松出来的呀。OK。I like to eat, eat.